鱼梦星夜写剧本有五部，对，哪五部？因为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表演是普遍级，然后从8岁到80岁都可以进来看，老少咸宜，对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模仿，然后我们不讽刺，不模仿，对，不讽刺，你不模仿就不模仿，他的可以做的戏份就少一点。应该说到这个模仿是指说我们不做特定人物的模仿，对，我们不做特定人物的模仿，因为像我们可以看台湾有很多是模仿出来的，是那我们可能不会做，这是一个很主流的搞笑方式，我们不会做那么大量的模仿表演，是，而是把那些情境都把它回到我们日常生活中。OK，是不模仿，不模仿，不开黄腔，然后不开黄腔，然后不骂脏话，然后不谈政治，四部了，对，然后我们也不讽刺别人，不讽刺别人，是，也不乱丢垃圾，也不乱丢垃圾，都会把它捡起来丢掉，然后对。也不会随便违规，有啦，有时候还是会有啦。那那是你，真的很严格遵守这5部，5部、是是，但是还是要很好笑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很难的地方了，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有限制的自由才是自由。对，就是当你在这些限制下，你还写出好笑的东西，我觉得那是就真的厉害了，那就是学问的地方。对。在这么漫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的低潮会发生在什么时候？然后你怎么克服它？我的低潮其实会发生在，比方说剧本写不出来，然后完全真的是没有灵感的时候。对，这种时候真的会很容易低潮，或者是你的剧本真的是一再的觉得不满意。你最高纪录有没有修过几次？哦，很多哎，从来没有办法输。起码如果一个剧本的话，最高纪录应该有到10次以上。对，就是而且是全部重来啊，全部重来，全部重来的这样的10次以上，是，对，然后它非常的耗时间，以及会挫折感非常非常大。就是我相信，就是不好笑啊，不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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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中间可能已经用掉了可能100-200个梗，都不好笑。对，那挫折感就会非常大。是，对啊。哇，这真的是，所以你怎么克服呢？怎么克服？那时候就是尽量的看几本星夜的搞笑影片，对，比方说真的吗？找灵感，然后看看别人怎么做，然后看看一些其他东西，或者是我自己啊，我自己在真的很低潮的时候，我会在半夜的时候在路上就是随便走，就是看看现在路边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啊？对，去观察别人，对，或者是到书店或是咖啡厅，听一下别人说话，不是说真的这样偷听啊，但是听一下别人说话，然后开始建构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故事，也许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故事，或者是也许我可以把它转成什么样好笑的故事，是，就去观察这些东西，对，然后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对，然后再继续的尝试写剧本。其实你们鱼蹦星夜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很真的很敬业，是关于搞笑，我们是认真的。是。可不可以跟我们两位各自跟我们说一下，搞笑对你们来说是什么？是未来会一直走下去的人生志业吗？关于搞笑，我们是认真的这句话啊，其实是就是对，因为我们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，因为搞笑它一直以来都被当成一种比方说不经意啊，或是你不过就是耍嘴皮子啊，不正经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非常的认真的在研究这件事情，尤其是我们在不做，在那些限制之下做出来的搞笑会是什么样。所以在这背后的比方说剧本啊，或比方说排练啊，我们其实下了非常非常多功夫，然后但这些是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东西，对，但是我会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件事情，你在台上看起来好像很稀松平常的谈话，但其实我们在私底下的文本非常非常的严谨，以及创作的过程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对，有什么禁忌不能犯，是，即便修了10次，你还是要拿出最好的。是，大宝，你有被恶魔退过稿吗？哦，很长啊，几乎是只要有不对，他就会退回来，那我就会修改，再修改个可能一整夜，再交出去，然后再回来，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一直重复这个过程。是，就其实创作就是不停的受挫。说实在话，漫才的创作里面，
很容易受到挫折。那我们遇到挫折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去修改它，继续尝试。像我们曾经也是有真的是要到演出了，那个本都还没好，然后演完也是觉得不满意，那不满意的隔就是我们不满意的当下就决定，好，我们再花整个晚上的时间都没有睡觉，就决定把这本修到好，甚至是可能重写，都要这样要求自己。然后隔天再演出，演完之后我们再 再修正。对对，真的假 的？演完了之后，两个人不是哦，好累，我们去吃宵夜，不是？没有，我们宵夜还是会吃，但是还是要修。吃宵夜的时候还是在讲你刚刚讲错哪一句，我们要改哪一句。就是修的时候嘴巴还是不会停。彻夜修完，明天再继续演出。是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不好笑的时候怎么办？搞笑事业需要去被推动。那如果真的今天我们那个能力丧失了，那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这些经验传承给下面的人。对啊。好，其实我昨天晚上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，我自己在心中模拟大宝的回答。因为我觉得大宝是一个好热血的人，我觉得大宝会回答我说不好笑了，那改一改，一定要更好笑啊！我一定会更好笑。我觉得鱼蹦一定也会这样。对，其实我有想过这个答案，我有想过这个答案。要不要改答案？不是，可以选吗？可以选，可以选。那因为刚刚的假设是真的不好笑嘛？那这个过程我一定会经历。我觉得我不会随便放弃，我就是搞笑这件事情。好，那给你改答案。好，那就是刚刚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换刚刚那个答案吗？为什么现在餐厅一样？我加50块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换这个。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